早前在《步步惊心》里扮演十四爷的林更新恋情遭大曝光，被拍到在机场不顾众人目光大胆上演预谋短发女子深情一吻，随后就有网友人肉出该名女子的微博，并爆料该女子是林更新交往四年的女友，该神秘女友随即被网友封为十四福晋。近日媒体又拍到林更新女友相伴现身某酒店，当天林更新一身休闲打扮与女友面对面站着，两人各自拿着手机把玩，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流。期间林更新烟瘾男人独自走到门外抽烟，过了一会儿两人便一起上楼休息，共度二人良宵。